大嫂，你给我们说说这个，收养的第一个老人的情况。收养第一个老人舅奶奶，她是在，就等于是在马路上流浪了。嗯，没有家了，辱骂没有家。她这孩子是抱养的，这孩子那个大了呢，就有点不学好了。她哄了她老娘啊，就说嘛呢，咱那片拆迁，咱得搬走。 稀里糊涂，他就把房给卖了，就把那钱都糟践了。后来别人就告到我们了，告我们了。我说老赵，你去吧，那么着他就去了。每次去，反正老人都是带护托口，嗯，他拿着一个杯，一个瓷杯，吃点人家市场那个烂土豆啊，塞冷块饽饽呀，太可怜了哈。嗯，说自己老娘，你琢磨想，对，你看吧，老娘把孩子养那么大。 这孩子是屡屡续续大了，成了人了，就反反复复的住监狱。啊，嗯，以后养了一年多的时候，孩子出来一回，嗯，出来回到我们家给他妈给我们家当的怕地就磕头，咱就劝他，说你呀，在里边好好改造，嗯，老娘呢先交给我们，嗯，你小伙子真是有磕头那个劲儿。 出来好好把老娘接走过日子。最后他病危了，老这邱兰病危的时候，看他的那意思是还是惦记他儿子，他就说了一个谎话。邱兰昨天啊，小范来看你来了，他儿子，晚上啊，他儿子叫姓范，啊，看你来了，一看你睡觉了哈，没喊你，嗯，老太太就掉眼泪了，嗯，心说你看。 还真看我来了，可能老太太就那么想了。转天就故去了。那么着，我们就给送到北仓。嗯，跟多长时间？6年多。6年多，那真是不短了。这6年多，你看我们居委会，他们居委会，凡是重阳节、八月十五，老人过生日，都把他们叫去。啊，你看我这都有那相片。从赵永华夫妇收养的第一个老人开始，就陆陆续续的收养了十几位老人。 到现在为止，在赵永华夫妇的照料下，安详离世的老人已有7位。你看这老人们，这900年开始接过来养他就故去了。这个燕爷去世了，燕爷爷，这都一个人，没有亲属。那后来这几位老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找到你们的？有的是别人给我们介绍的，啊，有的是呢，马路流浪，我们捡的，啊，人家捡钱，他捡老头老婆，我把这老人弄到家来。 他就是我的父母，你刚才这就是咱的父母。您在聊这话题的时候，文成大哥旁边说风凉话了，人家别人捡钱，你这捡老人。你捡钱花了就没了。我捡到老人在家了以后，我们俩不图嘛，也图点东西啊。嗯，没说不图的啊。嗯，我们俩图，起码给我们做伴儿。这是一个。嗯，你再一个，我们现在我们有儿子也有姑娘。嗯，不干不孝顺，这是最大的图。 这比文成说那个钱呢，我看值钱多了，是吧？对了，这个您在旁边算是个见证者哈。你看着这个赵大哥和大嫂做的这所有的一切，就也有听到过一些，比如说闲言碎语嘛，说图啥呢？做这么多？要那说闲话的太多了。那有俺舅说他是老子，他就图东给不图东给，他吃了藏的，他养这养那个的，刚才我就不解释了。 让自己消化，所以别人产生质疑，嗯，这个可能也是属于本性本能之中的一部分，嗯，但是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磨练人的，在人的许多这个负面的情绪当中啊，这个冤屈是一个能量很强的一个事情，被别人质疑，还能够很坦荡的持续去做自己的事情，这样才能证明自己内心的一个强大，而只有强大的人才能够通过自己做的事情，坚信它是对的。 从而得到更多的快乐。